OK。好，哎，那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就是最近今年比较红的，就是一些通讯软体都有出一些 bot 的 framework 嘛，那让大家就是可以去写一些 bot 的机制。那这个目前的话，我们用在我们公司的团队的话，就是大概是在导在 CI 的这个流程里面，就是最后的话，因为很多像 Jenkins 的 CI 啊，还有 Travis 这些，他们其实都没有整一些比较像 Nightbot 啊，或者是 Facebook 这些东西，所以根本就是现在目前都要自己写。那我把像 Nine 啊、Facebook 这些的 bot 都包成 Dark。那这次的话，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怎么用 Dark 跟 Nightbot 做整合。OK，那可能大家都对我不是很认识，所以大概先自我介绍一下。那上面的第一个是我自己在写一些技术方面的部落格，那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那里面的技术都是偏 Web 相关，还有偏 DevOps。对，那再来是第二个，就是这是我的 GitHub 连接，这个。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我最近今年的话，大概都在写 Go language 这样子。再来是这第三个是 Facebook，大家可以加我好友。那今天的话，所有的程式码主题都是会在这个 GitHub 里面，这个 repo 里面。那它的取名叫 Zone 9。那为什么取名叫 Zone 9呢？因为Zone 这一套是一套 CI 的系统。那这一套系统呢，我猜应该国内的，台湾应该目前还没有人在用，大部分大概是用 Jenkins 或是其他像 Travis 之类的。那这一套的话，在之后有机会的话再 share 给大家知道说这一套该怎么去使用。好，那今天的话，就是大概会围绕在这个 repo 里面的程式码。那这个 repo 里面的程式码是用 Go language 写的，那它是整合做这一套 CI 的 system。那今天的话，大概是会就是带大家完整的去介绍说怎么去申请一个 Nine 的账号啊，然后包含怎么去申请 API Secret 跟 API Token 之类的。那这个 Repo 里面大概如果用 Dark 的话，可以发就是有底下这些 feature 啦，你可以发一个 test message 啊，或是 video 或是 audio 或 sticker 或是 location。的这个是基本的，那也提供的功能，大家可以去官网的 API 去看到这些功能，这样子。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就直接打断我，直接开麦克风讲没关系。那今天的话就是大概会大家一步步操作，那到时候会去 demo 给大家看怎么发讯息这样子。那首先的话，大概第一步的话就是介绍大家怎么去申请这个 Nine 的账号。首先你去连到这个 Nine 的 Business Center。那这边的话，其实如果大家有申请过的话，其实这段话其实蛮简单的。那首先的话，你会看到有两个案，一个是用 Message API，一个是 Developer Trail 这部分。态度。那这两个的差异的话，就是左边这个话可以申请，但是它就只能收讯息，跟你拿到这个讯息的 token，你可以对这个 token 做回复，但是你不能主动丢人家讯息。那右边这个 developer 账号的话，它就是可以，你就可以拿到使用者的唯一的一个 token 值，然后直接对这个 token 发讯息。也就是说，你不用去跟他做对话，就像你加一个 webhook 的话，你就是负责去收使用者的 ID，然后拿到这 ID 之后存到你的 DB 里面，下次就可以直接透过这个 bot 去对他做发送讯息的动作。比如说，你现在这个 job CI 跑测试跑完。完整之后，哎，成功了或者失败了，你就通知相关的开发者，就是要用这个方式去申请。那首先呢，我们就直接点开，那一样，这地方就是都是蛮简单的，就是进入到这个你选一个 enterprise。那 enterprise 的部分的话，就是如果你没有 enterprise 的话，你就记得从这边点进去去建立一个。那这申请的话都很简单。那这上面的话我已经申请完了，所以。我直接用这个来建立一个新的账号。对，那我们这边建立账号的话，我们就打取个 test，OK，然后我们上传一个图片。
好，用个这个好了。好，那这边的话也是一样，就随便选一个就可以了。这样子。好，那这边的话就是提交去做申请的动作。那提交完之后，它这个算是建立成功了，那你就可以直接去 Mind Manager 里面去管理它。OK， 那登录你这个账号之后呢，它刚开始申请好画面是这样，它 status 是 invalid， 那你就直接去 enable 它就可以了。Okay. 好，怕的，是不是录音？什么意思？刚刚有人讲话吗？应该是不小心按到麦克风的。OK，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说这样就已经是完成了。那基本上你最好是确认一下这个 Useful API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所谓那个部分有两个按钮，左边右边。如果你选左边的话，它就只有 reply message 这个功能。那如果你选右边有 developer 的申请账号的话，它会有个 push message 这个功能。好，那这一页比较注意的地方就是你把这个 webhook 要打开，然后就是 bot 可以 join 到 group thread 这个部分也可以打开。那这个今天不会 demo 到，所以其实基本上今天这边的话就是这两个选项把它打，这个最主要是今天会 demo 这个部分，就把它打开就可以了。好，这样就算完成了。那接下来呢，要去OK。OK， 那接下来我们去到那个 Nine Developer 这个网页进去做设定的动作。那这边的话，你点过下去的话，就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边就是有一个 QR code 嘛，然后刚刚上传的 logo 这个 icon， 然后这边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这边的最重要的是 channel secret 这个部分，那这边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它打开，然后还有那个 channel s token 的部分，那我们先把这个打开，那这个就是你的secret， 然后下面的话，你就按 issue。对，然后他就会给你一组 access token 这样子。那你怎么样去拿到 webhook 的 UIL？ webhook 的UIL 呢？你就要从你的电脑里面去架设这个动作。好，那接下来我们讲那个 Docker 的部分。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今天的话，大概是会围绕在刚才那个围绕在。这个 repo 里面，那这个 repo 呢？首先呢，我们需要用到 webhook 的 URL， 那里面你一定要写说，你要去接收到 Nine 传过来的讯息，那丢你讯息之后，你就可以拿到这个是谁丢你这个东西。那我们在 example 里面就可以发现，都有一个叫 server.go 这个东西。那很简单，那其实基本上直接从 console 里面。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 repo clone 下来，对，这样，好，那其实这个是一个 Go language 的东西，那基本上今天你不需要懂 Go language 可以发送讯息，那基本上的话，因为我们要去架设一个webhook service 来跟卖这个。API 做串接的动作，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因为我打开我们程式码看一下好了，那我们可以直接看到 example 里面有一个 server.go， 那这个 server.go 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它就是会接收到一个 secret 跟 token， 那你拿到这两个 token 之后呢，你就写一个 callback function 去接收 Nine 丢过来的讯息，那
接收到讯息之后呢，我们就去把这个使用者的 user ID 去给印出来，因为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去 demo 的东西。那剩下的就是它其他就是它这是一个小型的 service， 那其实它会 listen 一个 port 在你的电脑里面。OK， 那因为这个是 Go language， 如果你的电脑里面没有装任何 Go language 的语言包的话，那基本上你是不能乱这个程式码的。那如果你的环境有 Go language 的话，你其实基本上用 Go run， 然后 example server， 这样就可以去 run 这个 application。那它其实就是会listen 在那个8089这个 port。OK， 好。那如果你是用 Go language 的话，其实基本上蛮简单的，就是把channel secret 跟 channel token 给放到那个 console 端的全域变数就可以了。那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 ，channel secret。OK， 我们这边 demo 一下好了，这样子。然后我们把这个丢进来。我们用刚刚我们申请好的好了。刚刚是这边，那我们把这个秀出来 ，secret 秀出来拿过来这边，然后把下面的 access token 也记录到程式码里面。哎，好，那这样的话，我们直接把它 export。这样它就可以在你这个 console 端直接使用。对。OK， 然后我们就直接 run 用 Go 的执行档直接去 run。OK， 你会发现它少写一个 port。OK， 那我们再把port 打开，它这个里面有一个也是需要一个全域变数叫做 port， 所以它才会去listen这个 port。那我们一样把它升把 port 这样子。好，那我们再 run 一次。你就会发现它这个 server listen 在8089 port， 但是这个前提是，就是说这个做法比较简单，就是你基本上你是直接在你的环境里面有一个 Go 的 language 的执行档，那这样你就可以快速的用 Go 的方式直接把这个 server run 起来。那今天我今天假设就是大家对 Go 这个语言完全不熟悉，你也不需要学 Node， 你也不需要学 Go， 你只要学会 Dark， 只要下指令就可以去完成这个动作。那很简单，就是我里面提供的 Dockerfile， 这个 Dockerfile 呢，它直接会把 Go language 的环境架好，然后直接去执行它。你只要把相对应的环境 channel secret 跟 channel token 给包进去就可以了。那我们怎么去打包这个执行档，打包这个 Docker 呢？很简单，就是我们只要到 example 的目录，其实在外面 makefile 我写，那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只要下一个指令就是。Docker build 就是，我先假设大家都对 Docker 有一定的认识，这样子。简 T 的话，就是简 T 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这个 image 取叫什么名称？那我们今天就把它取成叫做Nine Web Hook 这样子。然后你的 Docker file 是放在哪个目录？就是放在 example 里面。啊，那就是现在的话就是点就是代表目前的目录，因为我们现在直接在 example 这个目录底下了。OK， 那它就是完全就 build 好。那 build 好之后呢，你直接下 docker image， 你会发现你 build 好的东西，在这里。因为我之前 build 过了，所以它不会在最上面这个，那它就在这里。那我们要去怎么去执行它呢？那很简单，那我们就直接用 docker run。那其实我在这个 readme example 里下 readme 也有写，且怎么去执行它。
这是怎么去 build 它，就是我刚才下的简 T， 然后这个就是我刚才打的那个 Nine Web Hook， 那点就是在目前这个目录。那我们怎么去执行它呢？那很简单，就是用 Docker run， 然后 dash dash rm， 然后再把两个变数丢进去就可以了。那这两个变数呢，因为我们在 Docker file 里面可以看到说，我们在 Docker file 有看到说，哎，我们用 EMV 有用两个参数，就是 channel secret 跟 channel token， 所以我们必须把从外面把这两个变数丢进来 Docker 里面。那为什么我没有丢 ports 呢？那因为我在里面已经写好这个 ports， 就是8089，所以我不用把 ports 丢进来。那好，那我们就直接下这个指令，这个好，这样子。这个我先把它抠过来，抠过来这边，这边好。那这边一样把 channel secret 放在这边。然后把 channel token 放进去，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dash p 这个参数的话，后面这个 pool 是指 Docker 里面的 pool， 那前面这个 pool 呢，就是你 server 需要 listen 的 pool。 那这两个 pool 里面的 pool， 这个 pool 是不能变动的，因为你在 Docker file 里面已经把 pool 写死了。那所以这边的话，能动的 port 就是外面这个 port， 所以基本上这边的 port 不用跟后面 port 一样，看你想取什么都可以，29001这样子。然后这是我们刚刚编好的是 nine web hook， 那我们这边改 nine web hook。好，那这边的话，我就把这个指令 call 到 console 里面，这样子。好，你会发现说跟刚刚用 go 的方式去跑是一样的结果。那他现在就 server 就会 listen 8089 port， 然后他是应该说 container 他会 listen 8089 port， 但是外面我们主机这个 host 的话会 listen 9001 port。 那901 port 怎么查到呢？可以使用SOS， 然后去看我们 server 有没有 listen 9001。OK， 你会看到我们现在在 TCP listen 的9001，可是呢，这个是在你现在的，现在是在我的电脑里面。那我们电脑在家里，那外面有个 net 的防火墙。那我们用什么方式去让 Nine 可以去跟我们的 server 去 webhook 的 service 做沟通呢？那这首先呢，上次我有去看了一下之前介绍 Nine bot 那个讲者，那他是介绍 ngRock， 那我们今天也是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来去实现它。那 ngRock 它其实是一套蛮好用的 tool， 它可以去让你说你的电脑不管在任何地点，只要前面有防火墙，你又想要去从你的电脑去 demo 给客户看，或是 demo 给你远端的朋友，不管不是在你身边的，你要 demo 到给朋友看的话，你就直接下这个，他会直接给你一个网址。那很简单，就是它就是 ngRock 的后面接 HTTP 的协定。那这边的 port 呢，就是指说，哎，你这里的9001，你的电脑 listen 901就是打901，或 listen 8089就打8089。那今天的话，我们 demo 是901，那我们就把901填在后面。那你会发现，它就很神奇的帮你去建了两个 forwarding， 一个是 HTTP 的 protocol。一个是 HTTPS， 那以现在的不管是 Nine、Facebook 或是 Telegram 这个通讯软体的话，它都需要你去绑定 HTTPS。那基本上这个是，如果是你想要 demo， 就像今天这样的话，就是最好方式就是 ngRock。那如果不是的话，你要在你的 server side 去申请凭证。那申请凭证的话，就是现在大家最流行、最免费的 Let's Equip 这个东西，那它是免费的凭证，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不用去买花钱去买凭证，你只要去 Let's Increase 去熟悉它怎么去使用的话，其实基本上大家可以拿到免费的凭证。好，那我们这拿到之后呢，你可以把这个 URL 呢贴到你的 browser 试看看。
OK， 那它就会它就会跑是你是 page 那放，那我们我们直接跑出事情去 page 那放是正常的，那个因为那是我们那个 server side 吐回来的。那拿到这个网址之后呢，你就会把它贴到 Night 的 setting 里面，就是或者 web hook UI 了。那你可以直接按下面的 edit。好，那这边的话，你就直接先把web hook 填上去，然后记得后面是加 callback。那这个 callback 的话，就定义刚刚有定义在写在说写在这个 server.go 里面，大家可以看到。server.go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我们有定一个 handler， 那就是 callback。 那不管你是用什么语言写，那就是看你怎么定义这个 callback， 那你就要去把它写单。你不可以直接是 slash 而已，就是要有这个 callback， 这样他们才会 post 资料给你，就 API 的 line server 才会 post 资料给你。好，那我们就直接存档。存档之后呢，这边有个 verify 这个动作，你可以直接按 verify。OK， 那你就看到我们是 success 的成功。那我们可以回到 console 这个界面，你就看到，这个 post 这个就是刚刚 Nine 送过来的，因为你按了一个 verify， 所以他丢一个 callback 的资料给你，那你回他 OK， 就这个就代表没问题的。好，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在这边下的 console， 你会看到说，我拿到了一个User ID， 那这是 Night 的 ID， 这应该没什么用。好，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已经把这个 Web Service Web Hook 的 Service 弄好了。那接下来呢，你就是要把你申请好的这个 Night Bot 呢，这个 QR Code 给大家去扫描。那其实我想麻烦大家，就是说，大家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机，然后照一下这个 QR Code。然后加一下好友，因为这样方便我大家待会可以 demo 说，我可以把用这个 Dark 可以把讯息丢给更多人，证明我是没有造假的。那现在大家可以拿着手机开 Nine 通讯软体，可以去扫一下 QR code 加这个好友，因为这个是新申请的账号，所以我本身也没有这个 bot 好友，所以我现在也是要开手机的 Nine 去扫一下它。那大家花个时间去扫一下这个 QR code， 看一下怎么扫。好，你扫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有一个 Add Friends， 然后会有个 Test Boot 这个东西，那就是把它加好友。OK， 好，我现在开那个电脑版的 Nine。就是我挡住了，不好意思。好，这样子。那你加入好友之后，你就会看到这个，他会丢个讯息说，感谢你将本账号设为好友，这样子的讯息。那你当你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代表说你已经成功了加这个不代表你 Web Hook 设定成功哦，这个只是他预设这个账号，他会回你这个东西。那这个你会发现说，我要怎么去拿掉这个东西的字串呢？那其实很简单，待会再跟大家讲怎么拿掉，因为这是 Nine 本身它预设的功能啊，就是可以去在 Nine 部的那边去升级。那现在呢，因为我写的那个 server 打过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就是你丢什么讯息给它，它会再回一样的讯息给你。那我们就今天丢个 Hi 好了。OK， 那你如果发现说，他又丢了一模一样的讯息给你，就代表成功了。那这边的话呢，我不知道大家扫了没，我去看一下，看一下大家这里。好，大家可以发现说，我只要丢它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有很多 user ID 就会开始慢慢跑出来。你会看到这边如果你再继续丢的话，它下面的 user ID 就会一直跑出来。OK， 那我发现有蛮多加进来的，那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我的，所以我可能要随便扣一下。好，那基本上它这个 Web Hook 的 service 就是用来帮你取你目前的 user ID 这样子。
那它就是会根据你现在送过来的讯息，然后这个讯息里面它会包含是谁送过来的，就会一个专属，这个 UID 是你专属的，对，好。那我先 call 一两个过来好了，一个，我先把它丢过来这边，这样，然后再一个好了，三个好了，用三个。好，那刚刚是个，刚刚介绍是那个，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哎，我们又透过这个指令 ，webhook 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直接成功的架设好我们这个 webhook service， 然后再透过 ng-lock 部分把你这个把你电脑的 service 直接对外。好，那我们接下来最后的步骤就是该怎么样去送这个讯息？那怎么样去送这个讯息？很简单，就是用我原本写好的怎么去送这个讯息，它的程式码是在这个 repo 底下的，不是 a example 这个目录底下的所有程式码，这里面就是都用 Go language 去写的。那其中有几个权益变数的话，我都写在写在这个 repo 的 readme 里面。那我们直接从网页看好了。好，这里好，首先呢，这个 Docker 呢，它会支援几个权益变数。第一个就是，你需要去定义它plugin 的 channel secret。那一样，这个是这个大写这些字是你不能改变的。如果你要做任何改变，那就是你要去改我这个 repo 底下的程式嘛，然后再重新 compile。那因为这个 repo 呢，它是因为这个 repo 我有设定成你只要动了这些程式码 commit 到这边来，我这边的话会直接重新产生 image， 直接丢到 Docker Hub 上面。对，那所以这些变数的话，可能就都不能动。那当然你可以建议说，哎，你需要什么功能可以跟我做讨论的动作。那基本上最主要是丢 message。然后这个 plugin two 的话呢，就是刚刚我们拿到很多 user ID 嘛，那我们就可以把 user ID 填到这边。那你可以丢 image， 那 image 的格式都是需要 HTTPS 开头的 UI 咯，也可以丢 video， 也可以丢 audio。audio 的部分的话，就是你丢一个 MP3 呢，后面加两个冒号，然后后面再接1000这个数字呢，代表说你这个 MP3 是几秒钟，那1000秒可能就是除以60。它就会显示在你的 line 上面，然后你也可以丢表情符号。那表情符号怎么丢呢？因为我尝试一下看官网，它好像没有它 default 这些表情符号的代码，所以我随便用了一个一，随便用了11的话，它其实就对应到某个代码。那这个我不知道去哪里查，没关系，这待会可以 demo 一下。然后再来是呢，plugin 的 location， 你可以去送出你现在的 location 在哪里，比如说你家的地址啊，你的地点的 title， 然后你的住址啊，然后你的经纬度，你都把它写上去，那它就会去解析。好，那你会发现说为什么这一行里面需要用这个符号去做分隔呢？因为呢在 Docker 里面的逗号是代表两行的意思，所以应该说在 Go 里面的逗号是代表两行的意思，待会 demo 一下。所以我这边有写一个 plugin 说，如果你不想用这个当做分隔符号的话，你也可以自定，比如说你想要用小老鼠，那这个地方就换小老鼠。对，好，那下面的这个部分呢，是今天不会讲到的，因为我讲过这个 plugin 是这个 repo 是用在送这个 CI 的 service。 那这个 CI 的 service 之后会找时间再跟大家解释说为什么我用这一套而不用 Jenkins。 对，那这一套相信介绍完大家会以后之后跟大家介绍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下面这些的话都是一些跟 Git 有关系的东西，所以这边这些都 不需要了解，就这些你就是都把它拿掉没关系，就不要，你目前今天要知道大概就是从这边到
哎，从下面这边到这边 ，OK， 好，那我 demo 一下。好，到这边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的话，我就继续。那你就看说，我这边已经先把那个写好了。那因为这边的 token 是旧的，所以我一样把它贴上来。这里，好，那这边的话，我一样这边扣，哎，这边扣过来。过来，哎，这对面，好，好，那 plugin tool 的部分就是接我们刚刚拿到的这么多 user ID。好，因为有三个呢，我先丢一个给使用者。OK， 那你会发现，哎，你看，第一，对，没错，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填好。那这个，那下面你要用哪个 image 呢？这个 image 就是这个你没办法改，就是这个是我上传到 Docker Hub 我的账号底下的 Dronai 这个东西。那这个就你不能变，除非你想要自己客制化的话，就是自己去包 Docker image。好，那我们把这个贴到 command line 底下。好，我们一样丢在这里。对呀。喂。等一下哦，好像怪怪的。这里好，然后 copy 过来。好，那这个指令很简单，就是反正就是把这边的话，这边的话，你这个 NINE 底线这个也可以换成 plugin 底线，因为这两个变数呢都同时支援的。那你要如何了解有哪些变数的话，其实你可以直接从代码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接去看main.go。好，这边的话，你看到我 plugin channel secret 跟 NINE channel secret 都可以同时使用，所以那我们这边还是用刚刚 readme 写的好了，免得大家会有点误导。好，我们一样扣过来。等一下，我先把这个框起来。这样 ，OK， 那他就会送他就会送讯息过去了。好，因为我不知道是送到谁的手上。哎，是我自己哦。好。那没问题，那我们看一下哦。好，我先丢个过去，确认那个是我的 ID， 看一下。好 ，U7 这个。好，我现在再加另外两个。那如果你要丢给 multiple 的 user 的话，一样很简单，你只要在后面加个逗号就可以了。那我们加另外两个。好，一样从这里丢。好，应该有线上的朋友应该有收到这个讯息，哎，不知道他们有收到。
我都没有收到，不知道是谁的。对，因为我那个 user ID 我不确定会对应到谁，所以、哦、有人收到了。对，好，那因为这是直接可以丢给多个人，那所以呢，你在下 command line 的时候，就是记得说，诶，我这个 dark image 呢是支援逗号来做分隔，所以你要下给多个人的话，就是一样，这边可以接10个 ID 啊，或者是100个 ID 都可以。那 message 部分呢，你如果你要下多个 message 的话，基本上也应该也可以，就是你直接用逗号来区隔就可以了。比如说类似这样子，那这样的话你把它 copy， 你就会发现你会收到三则讯息， OK， 就是三个。那现在没有的话你再 demo 一次，他会收到三个讯息，就分别这三个。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一样你可以丢其他的讯息，像我刚才其实讲的video 啊那些。那找一下例子齁，从这边有例子。好，我们直接把这些东西 call 过来使用好了。那先看一下 location， 好，我们直接下 location， 你就可以丢一个 location 的message 给你的朋友。那这样的话，这样好，我们把这个变成 address， 这样的话你其实它就是会丢个 message 的，丢一个存的 message 跟一个丢个 location 的 message。 好，我们实验一下。好，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好，这边我跟你讲，刚才的竹北体育馆，新竹县竹北市，就是我们刚才下下面这个指令，竹北体育馆，新竹县竹北市。那我们给它经纬度，这样的话你点这个东西后，诶，它就会自动跳到 Google Map 去，然后正确的指到这个位置。那当然这个 message 呢，这些资料都是你自己要先设定好，不是说你今天打个中文它就会帮你指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所有的讯息都是让你自己去指定。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去 demo 一下，看一下还有什么呢？这个我们可以 demo 一下，丢 sticker 看看，还有丢 image， 我们一起来丢好了 ，image 这样子一起 demo。好，这样子我们一起 demo， 一次丢这么多讯息出去给三个人。好，这样子，好，丢，好，你就可以收到，诶，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图片，这里有个 image， 那你只要填上 URL， 它就会把图丢进来显示在这边。然后下面这 sticker 呢，那你会发现说，1:1这个东西会对应到这个，我也不确定为什么会对应到这个。那，我没有花时间去找说这个 sticker 的代码为什么是1:1啦，所以这个要去找一下为什么它可以丢这个出来。那它有这个提供这个 API， 我们就直接使用。好，那基本上这次的。就是 Dark 怎么送 message， 就是 demo 到这边。那其实你会觉得说，我下这些 global 变数有点，这让 command line 有点复杂。那你可以整理成，我在这个 Dark 里面有写一个，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包成一个点 env 档。那看一下，从这边，那你可以直接，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你要下指令的那个目录底下产生一个点 env 的档案，这个好。那这个东西呢，你就是放在呢你要执行 dark 这个指令的
地方，也就是说，这个档名你可以任意取，不一定要取打 EMV。那你可以把所有的 global 变数都写到这里面。好，我们把这个东西都搬到这个 file 里面。好，比如说搬到这里。好，那我们一样把这个贴过去。好 ，image 这边我就不动了，然后plugin sticker 这个把它改成这样子。好 ，image 这个好不动了，然后下面这些是没有用到的，我们可以直接砍掉。好，那这边要怎么去执行它呢？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你我这边 readme 没有写到说，我们看一下 readme 好了。那你可以直接从 Docker run 下这么多变数进去，那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些全部所有的 global 变数呢 load 到这个 EMV file 里面，那你只需要下这个指令就可以了。那我们直接下一次试试看。好，那其实因为刚刚要切到那个，我刚才讲要切到那个，切到它的目的下才可以执行啊。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到这个目录底下，我们可以看到说，哎，这里面有个点 EMV， 那这个点 EMV 呢，就是这个档案。好，那我们执行它的话，只要下这个指令就可以了。那这个指令，它就只需要一个 global 变数，就是说你需要指定这 EMV 的 file 在哪边呢？那为什么在 Docker 里面可以拿到外面的 file， 那你就要去指定说，哎，你要把目前的目录放到 Docker 预设进去的目录，这样它执行的时候，它就可以等于是你在从外面执行，在这个目录底下执行。那你要设定它 workspace 呢，是在目前这个目录，所以它才可以去抓到你现在的点 EMV 这个档案。所以点 EMV 这个档案，我为什么说要建议放在你下 Docker 这个指令的地方，这个原因就是这样子。除非你很了解点 -v 跟 -w 怎么去用，所以你才去任意放你的东西。那基本上，如果对 Docker 不是很了解，你想直接执行的话，就是一样按照这个指令就可以。好，那我们一样把这个扣到这边来，一样这样子。好，那这个 file 呢，我们刚才是取点打 EMV， 那你可以取别的档案名称都可以。那我们看一下，好像少一个 plugin tool。这样子，然后我们把这个扣过去。好，存档。那我们一样拿这个指令写到这边。好 ，OK， 你会发现这么简短的指令也是可以做到我们刚刚一样的事情。OK， 这样子先把它区隔一下，然后我们再重新发一次。这边没有写到 message。我们要再把 message 补进去 ，plugin to plugin image point destination 好。好，这样子，我们一样存档。另外呢，我们就直接执行。好，发现我要刷四个讯息，因为它有一个 Hello Docker 读书会，然后接下来是 Image Sticker 跟 Location。好，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我觉得今天 share 这个目的就是让你直接用 Docker 呢整合到
不管你是平常是用 Python 啊，或是用 Node.js 啊，其实都可以直接有那种 command line 的，直接 Node 去 call command line， 比如说 call Linux 的指令啊，那 Dark 就是一个 Linux 指令，你就可以直接去 call 一个 Linux 指令，你就可以去发送一些讯息，而不用说你还要再针对发送 line 这个东西去找相对应的 API， 然后去包成就是用 Node 再去写一个 API 这样子。所以我的目的就是说让你可以直接用这个 Dark Image 发送你想要的讯息，那前提是就是你要先去拿到 User ID， 所以你还是要去加个 Webhook Service 给 你想要拿到的 User ID 的人这样子。好，那今天最主要是分享到这边，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有，就是那个对话框那边有一些朋友问一些问题。OK， 我看一下这边吗？对，我有问一个，我刚那个这个。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现在使用的有文字编辑器，又有终端接入软体什么？哦，这是那个 Microsoft 的 VS Code。那这个 VS Code 的话，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应该是打 VS Code 吧。OK， 这个好像是好像是 Microsoft 今年 release 的编辑器吧，还是去年，我也忘记了。我个人觉得蛮好用的，但是用来写，因为我蛮多朋友的都渐渐的写 Go language 的话，我基本上我会推荐这一套。那如果你是写 Node.js 或是 Python 呢，我也蛮推荐的，因为它其实还蛮不错的原因就是说它直接帮你整合了很多 plugin， 那你不用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用 Sublime， 那 Sublime 有个缺点就是说其实它装了很多 plugin 之后感觉相应性起来好像会有点问题。那其实VS Code 呢，在你不管写任何语言，它的 plugin 都已经帮你整合好了，所以你可以找你想要的 plugin。那再来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 terminal 呢？那这 terminal 也是 VS Code 它那一件的，你只要下 Ctrl 加数字那一排符号最左边那一个键，它就可以任意切换。对，好，那很方便的是，我常常就需要，等一下我先把它停掉，等我一下。好，算了，36839，好，我因为我很常用 command line 跟 call 一起来写啦，所以当然 VS Code 它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用嘛。好。好，那再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OK 免费凭证的网址，这个看一下 OK， 好，这个应该有人去讲嘛。那免费凭证这个东西呢，我推荐一个网站啊，就是GSLink 写的一个网站，那我找一下，等我一下，它是 Let 这个。那这个是 GSLink 他写的一份文件，他当然是要宣导说因为有 Let's Encrypt 这个网站，那他正式开放，去年他以目前他的发行量来讲，我记得他前几个月有公布说他已经发行了50000多张凭证了。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凭证一年要缴的费用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数字，我对于一般人来讲可能没办法去买，我也没有买过，之前都是用那个 StarSSL 也是免费，但是它的申请步骤是相当相当的复杂，没有像这个那么简单。那我的建议是，如果当然它有很多很多很多 tool 可以帮你去自动申请啊，但是我觉得GSLink 写的这个步骤可以跟 Engine 啊跟 Apache 做整合，它是个非常简单就可以做到的。我是推荐，蛮推荐这个做法。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看一下这个网站，我把它贴上去。
是什么？这样，好，那这没问题。server domain， 好，那我讲到这个 ID 呢？对，这个 ID 是这个 bot 专有的，所以你每次申请不同的 bot， 你跟他对话就会产生不同的 ID， 也就是说你的账号不是唯一的，只有你跟这个你跟这个 bot 拿到的 user ID 是这个 bot 专有的，对，所以这个 bot 都可以跟这个 ID 做沟通，这是没错的。当然你可以拿到，比如说你把这个 bot 加到一个 group ID 里面，那他就会拿到这个 group 的 ID， 那所以你发这个你对这个 group ID 做丢的动作的话，它就是全部在这个 group 里面都会收到。对，那重复的话就是你代表说你刚刚丢了很多很多讯息，所以它一直重复丢出来。我看一下哦，这边啊，我关掉了。好，反正就是你刚刚你 web hook 的 service 打开，你只要丢一个讯息给 bot 的话，它就在这边会显示一个 user ID， 因为我们在 server 里面就是会有一个 callback 嘛，因为你丢一个讯息给 Nye 的 server， Nye 的 server 就会发一个 post 的 hook 给这个 callback 方选，所以你才会看到这么多有蛮多重复的地方。好，那大致上是这样。你说，是跟 Cloudflare 这个比较，说凭证的部分吗？老实讲，我好像我没有用过这个 service 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比较。对，我可能需要去玩一下这个服务，才知道两边的差异。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主题还有什么有什么建议吗？或是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我是。对，请说。是我对那个卓恩，就是你写这里的那个底下那个 error invalid signature 那个地方，为什么你一个地方用400，一个地方用500？就是有 error 的。对对对对对。哦，这个我没，应该说。要去研究一下，500是 internal server 嘛 ，internal server error 嘛，那400是那是等于是 bad head request 嘛？对对对对，这个范例呢，这个范例是奈他官方所提供的。哦，对，了解。所以我不确定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子。好的，因为我想要进一步去 trace 说我的 reverse proxy 哪里做错了，所以我现在在思考，我可以在哪里找出这些 information 来。OK， 了解。所以你前面有加一台 reverse plus 就可以。对对对，我想要改用自己的 reverse SSL reverse plus， 所以那个地方还没弄通。OK， 那你前面的 reverse plus 是用哪一套？我用那个 NGINX 那个 reverse plus， 那我 SSL 我也是用 Let's Encrypt 啦。了解了解，我可以去试一下。所以你一直就是 callback 就直接到这里了，就没有到下面了，是吗？对，我会遇到400、500的问题，然后就是不会往前。